记得是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、第四期，每一期我都会遇到那个 NPC。他有一期是当那个什么书店老板，有一期是当什么巴拉小魔仙。巴拉小魔仙，对吧？我是月云王狗，一会儿要参加我们的那些画室。好。我有见过他，每一期都看到他，就和他特别有缘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的那个第几期，第二期啊，第几期？哦，第二期，我要特别熟悉那个书店的那个店主。为何要在此作弊啊？因为我颜值高，长得帅，长得帅的人都不轻易动了。就是这个，在报社赶我走的那个 NPC， 就是我一直遇到那个 NPC。就是小哥，我这要关门了，还请您去别处走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他赶我出去，这哥们儿真不厚道。